莉莉丝，你听。哎呀，哼，真蠢，立即安排元素。安排什么？上吧，涂元素。莉莉丝，你都是兽人。好，怎么一下子出来五个？这我选哪个好？金币召唤。那我应该选哪？我看这个还有不少金币，要不召唤在元素有阻挡效果，如果直接哇，不对，备战金，哎，算。刚刚缴获的这亮闪闪的水晶有什么用？这是召唤水晶，行，还有这种好事，让我试试。这亮闪闪的火元素，先别太激动。是哦，第一次普通召唤只要1000金币。这次召唤出，嘿嘿，好。移动，这是啊，移说的这么好听，那移动有什么用呢？移动也可以改变敌人的移动路径，还有，但现在光元素孤零零的，不如。照这么说的话，不同元素都有不一样的效果咯。是这样的，也太多了，都帮你记录下来了。小主人可以选择战场上的元素，也可以通。嘿嘿，这么体贴啊。蓝天，小主人，我们终于回来了。回来。是啊。然而，现在我们不就杀回来了吗？恶魔兽人，小主人，哼。
地心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，只靠我和元素就能摧毁兽人的小队。我感觉小主，我看看莉莉丝。是，Yeah.